大家都知道果果很爱拍照，这次洗完澡假装忘记给他拍照。第一步先提醒过去拍照，过来找个沙发上坐着吧，过来，先假装不知道他想干嘛。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完了之后开始转头朝向房间示意着。怎么了？让我给他拍照。你带我去看一下好不好？跟我来。直接带路跟他走，最后开始用动作来表达他想干嘛。要给你拍照对不对？手机快没电了，我拍不了了。我给我开门，提醒我换个手机。你到橘子旁边，好，先靠近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坐下来，手搭他，那趴下来吧，调整好坐姿。橘子，看我。If we ever broke up, I'd never be sad. Think about everything I thought we had. If we ever broke up.